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澳门快拍，我是 Winnie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将每一天都会为你更新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以及娱乐资讯。圣诞将至，我们就一起到澳门十六铺索菲特酒店欣赏一次法式圣诞的亮灯仪式。澳门索菲特酒店在圣诞期间把源自法国里昂的灯节带来了澳门，在酒店大堂以亮灯仪式举行，还有现场乐队为我们表演富有情调的圣诞爵士音乐。而布满酒店大堂的姜饼屋、圣诞树以及晶莹剔透的圣诞装饰，都让我们体验到了一次真正的法式圣诞。另外，很快就是万众期待的倒数新年大派对，澳门新葡京将邀请香港歌手梁汉文、郑希怡、泳儿与我们一同度过惊喜嘉年华大派对，到时候约定你一起到。